这怎么还撞了呢？我瞎撞的，不会落火了？我撞哪了？没看着吗？你这人怎么这么会装委屈呢？不是，就是啊，来，你过来，你近点看行不？啊，这咋办？自己说了。我操，撞挺狠呐、啊！你是干啥？没，我瞅一眼，咋回事啊？咋回事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咋回事？他撞了我。怎么的？他撞了我。怎的？这是诉苦的对象啊！你别管那个，啊、有监控就录仪吗？你调一下不就完了吗？上哪儿去？王军，说你是干啥的呀？你别扒拉我！不是，是你撞的车不？来来来，哎。不是，我问你是干啥的？打开来，都他妈东北老爷们儿，不用不用，你擦你那，你不用你大哥来，咋的？来啊，这是我，你不服啊？你这片你牛逼，你还想？你敢跟我走不？你敢跟我走不？怎么非指两下？我必须跟你指两下，咱看走走来。你不，你们都不用过来啊，大哥，你不用过来，来，我来走来，你过来，来，我看你今天怎么回事，来，我这整不了你了，哥们儿，来给我上着来，上，怎么的？不是怎么的？来说来，想咋的？你听我说一句话，兄弟，来说，那个刚才我老大改啊，要点面儿，要点面儿。你真的，我给你跪行吗？你别打我行吗？行行行，我给你跪，你跪。行了，这也没啥事了，那个都解决完了。你正常保险，你该走保险走保险，我没啥事，你就撤吧。啊，那个，我怎么感谢你？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，我下个警去看。我帮你忙来了，我不是讹你饭来了，没啥事啊。你该开车走走啊，我撤了，拜拜。嗯，啊、你别走，你等一下我。啊？啥呀？不是，姑娘有病吧？戴过口罩给我啊。